洗净沥干水后，用厨房纸把鱼肚内的血水擦干净，鱼肚内的黑膜也要刮干净。把葱切断后插进鱼嘴中，将切片后铺在鱼身上。另切葱丝和姜丝备用。锅内煮水，水开后放鱼蒸九分钟。A few moments later. 把准备好的葱丝和姜丝均匀地铺在鱼身上。锅内放油加热，用热油均匀地淋在鱼身上。最后均匀地淋少许生抽。